学路。有了。是一条五步蛇，五步蛇也是毒蛇呀，它的蛇胆说不定也有用呢。你看你真厉害，就说这边有毒蛇嘛，是不是？来来来来来，五十丈之内只会有一种毒蛇，再去别的地方看看。走吧。天快亮了，蛇白天不出动，原路那边要是来不及，怕是……不然我们抓几只老鼠，把它割伤，不要弄死。蛇闻到血腥味，说不定会过来。行。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蛇也没事，活着呢，生猛得很，哈哈。伤口裂开了，手臂又脱臼了。没事。老宁啊，我和美人的马跑了，现在我回去送蛇很着急啊，我只能骑你的马走了啊。你和美人慢慢疗伤，慢慢回来，不着急。疗伤怎么能着急呢？不着急。哎，于十三，你忍一下。不是你会吗？试试能不能动。